出世，咁早啊？系咪有啲咩新进展啊？有个消息要话俾你知。你讲。阿妹佢琴晚中咗枪，依家喺 ICU 做紧手术，不过暂时冇生命危险。佢点解会中枪嘅？ 自从你出事之后，我哋大家分头揾证据。阿妹查咗好耐 CCTV， 终于揾到嗰日你追紧嗰架神秘私家车，仲锁定其中一个人。我谂阿妹想尽快救你出嚟，又唔想大家冇呢个险，所以先至一个人去。原来佢呢一枪为我中。 打电话通知我话你醒翻，所以我即刻嚟睇下你。最衰你系啱啱做完手术啦，如果唔系带啲私房菜嚟即下。对唔住，我冇心谂住攞个电话引苏志安出嚟，可以证明佢系幕后黑手。我明嘅，你惊许志成死咗个消息通个天，就行唔到你嗰条桥啊嘛。 不过最衰你又唔同我商量。我惊你唔俾啊！但事实证明我真系错咗，我太急进啦。许志成个电话其实可以引到好多线索出嚟，而家冇咗。卓 Sir， 咁多年我都冇进步。傻妹嚟嘅，你进步咗好多噶啦，转数快咗。不过。 呢条桥都唔系冇成功机会，但都失败咗。唔试过点知啊？起码而家都有收获，起码我哋而家知道咗苏志安就系幕后黑手，同埋袭击你嗰两个人都系佢嘅人嚟。可能放条尸喺天堂架车度都系嗰两个人。你唔好笑啊，都要闹你嘅。 你太搏命啦，好危险啊，知唔知啊？徐天堂有事点可以唔搏命？我谂调翻转，如果我有事，佢都会一样咁搏命。哼，你真系讲得冇错，天堂同你一样，都系中意乱咁嚟。佢做乜嘢啊？咩都唔知收到消息，话徐天堂。 用削尖咗个牙刷，吉自己大髀，伤到大髀动脉，依家送紧嚟医间医院。去搵佢。你喺度休息下啦，有咩消息即刻通知你。犯人系用削尖咗个牙刷插落大髀，佢送嚟医院之前已经暂时止血，包扎固定，但监房嗰边话异物要做手术处理。我收到通知噶啦，手术室已经准备紧，医生转头会嚟，我攞份报告先。
張淑梅，你啱啱做完手術唔落得牀喎。我去買啲嘢食啫。一陣有人送飯俾你㗎，你上翻牀先啦。我咁啱有个朋友都入咗呢间医院，你可唔可以帮我 check 下佢喺边个房啊？你朋友叫咩名噶？郑淑梅。你等等啊！找到了，他不扭。唔该佢啦。你使唔使好似头先流血嗰个哥哥咁样，要我保守秘密啊？个哥哥喺边啊？佢喺嗰边啊！徐天堂，你个傻佬！
鄭淑梅，你個傻婆。陶瑞姨幾襯你啊？四直八合。死都唔会放开我。死都唔放手啦。痛啊 ！Sorry。哎呀，好痛啊！我只脚。苏志安佢连自己个女都杀，佢唔系人嚟嘅。你揾自己嚟做你，咪即系送死？唔通我翘埋手咩都唔理，等你俾人屈完之后坐监一世啊？咁我都唔想睇到你有事，如果唔系我都好唔安乐。识话又唔识话自己，点解你要整伤自己嚟睇我啊？仲有啊，边个俾你偷走啊？咁我都要睇下你系咪行得走得，我先安乐噶。做咩啊？发姣妈我哋两个噶？系啊，好朋友嚟啊嘛，两叶插刀嘅啫。徐天堂，自己人啊 ，Madam G， 卓海叫我嚟帮你执手尾，当系我带走你问话，静一下常面前配合我就 OK。卓 Sir 真系帮到手啊，好似系我帮你，你唔系应该赞我咩？点啊？使唔使再俾多啲时间你两个？俾多一分钟佢哋。张妹，我醒起屋企条金鱼冇人喂啊！你横掂喺医院，我搵人攞条金鱼嚟当系陪下你。小心啊！